可能还会有一种，就是你问我你爱不爱我，男生第一次说我爱你，两次三次以后就，哎，我讲的话不算数吗？你今天爱不爱我？那你上一秒呢？好像我昨天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了。然后你怎么突然又问了我一次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是实在人。哪里人？哪里人？哪里人？实在人。因为我们是实在人。刚才呢，雅琼她说你欠我个道歉，这是我要来的。对，没意思。所以聪明的讲，应该就是我现在不道歉，我现在道歉了也是你要来的。哦。然后你懂吗？然后等下了山跟他道歉，就他就还没要嘛。你真的。语言的意思，妹太好厉害啊！但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显得很油呢？看谁说出来，这样很油哎。就是你是现在我不道歉，然后未来道歉。